等一下哦，在找游戏。我没游戏玩啦。算了，继续射气球。我找人带我。然后他，所以怎么玩？还看牌吗？我吓到。没看完啥？是这样直接冲进来的吗？不然嘞？四个圈哪里？1,2,7,3,2,1没有，我来攀大腿的。他们说他们可以过，我就来攀一下。他说他可以过，就他有一个人过。这周我还没去试啊，我还在练脚。你太猛了吧？嗯，角色放越多，经验越多。是啊。你那个放直升机就好，没得的话，先把免费猴子放出来，然后之后开始放直升机。你说这一关吗？没掉了。没得啊、哦，你不是在捡没得？哦，早讲嘛，你一直跟我讲话。我有在看台。哼，你很乖。哎、欸，自从你改在 FB 开台之后，我真的是。只要你有开台，我就很认真的看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边看台然后边挂着。哦，有，但是因为玩这款游戏可以挂啊，所以之前都没有挂。挂到了。就是都有挂着。嗯，只是没有看。没有。对。干嘛？是怕随时 Q 到他是不是？没有。7,000，7,300。哎，不对，62轮这么多、哦，所以是升哪一个啊？320，对，好，这关的话，我过的就是，中间放一台坦克，然后再放个那个超人。不考虑到击杀的话，如果说用那个挂机方式，一场可以拿到2,100的经验，就那个 XP， 然后放三台就拿到6,300，放多一点比较有用。那去做个测试，所以要放多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一直都有说，就放多一点呢、啊。放多一点开始升了。不要，咖啡不要过来。那个尽量是不要放在太前面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怎么说，好像会影响到刷的速率。你说直升机吗？还是角色？就如果是刷那一关那个黑暗城堡的话，嗯，因为我后来发现那个。因为正听的好像说他比我快，我想一想，有可能是因为我放了其他角色。没有，那是转圈圈的，那个公在天上乱小小的，根本不用理他。他们一直在说我升等升的还快。我昨天一直没开。哎、欸，对，游戏提示。对啊。你是故意打开的吗？打开什么？游戏提示下面那个哪边可以关？设定是不是白痴哦、喔？好，每次都挡我画面，还有点不了技能。技能也可以用那个数字键。数字键啊？好，1,2,3,4。好了，挂62，我们再来打一个吧。星星。你来加油！是这样的吗？我准备好把钱塞给你了。我的妈！可是有些地方我放不到啊。对，这才重点。对耶。对。那刷到你放得到那个位置吗？他是放左上跟右下、欸。左上右下，哇！没有啊，看你要哪张地图吧。就第一张啊。第一张。你要不要把游戏提示关掉？什么游戏提示？我关了、啊，已经关了。哦，刚刚关的。
哦，太卡住。我是该想一下我是怎么过的。对，开个沙盒好了。这样子能过吗？不然就是两人有没有？你先带我，然后过了之后你就可以带紫色他们。两个两人的话，你可以放的地方比较多啊。可通常是上半跟下半，那样比较困难。所以还是没办法啊，我刚是写的。没有没有，我先想一下我是怎么放。那张那个全地图都可以放那种地图过。要不要去找那个全地图都可以放的、啊？可是你还没过过星星的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吃的。星星的话，一开始都要先放一个忍者啦，然后再放更多忍者。对，哦，然后是什么？我想一下。你竟然没露营？我没有哈。这个录下去两三个小时，一两个小时跑不掉。我再重复。我要试很久。这样才有露营的价值啊！奇怪，为什么聊天室不自动往下刷？安哦。应该可以花70万。嗯，哦，33万。打乱斗啊！好啊，好，等我一下。他的室友不知道。好了，不会了。你是用物理让他们安静了吗？对，我只是改改安静。打完。啊！怎么今天每日？这么长啊！前天的还昨天的，好像88关吧，更强。昨天我没有打到那应该就是昨天。我记得昨天的，我好像也没打过。啊，昨天在下棋，所以没有开到游戏。其实可以一边下棋一边玩气球。白痴！我昨天是这样玩，没错。打哈欠打太大，嘴巴会痛，嘴角有一颗痘痘会裂开。哦，嘴角的，真的很容易开开。
对啊，因为你看这右下角就是，它应该是快三倍吧。好了 ，Tina 准备了，你要赶快抢起来哦。这样吧。什么这样吧？你说你贴在衣服吗？对对对。好，所以要做事的都是左边的人。哎，我记得你有拍一张是直升机的、啊，所以那不是那一张。哦，那是。那是第二张。素装。所以要一个人带德鲁伊守夜。那、啊、Tina 你开吗？我开。好，我开。挑战星星，我要抱他的腿了。可惜星星不能客气。大腿来吧。真的？你去买造型啊。哎、欸，武器怎么跳啊？万杰米啊，对耶，刷太顺了，这些人不是啊，我要弹开万杰米，你可以赚钱给我。好，你等我，我去换赚钱的工具人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还在里面的话，我就可以用这个进去吗？对啊，那这样变你开吗？因为我开的话，哈哈哈哈哈，那么出发喽！我有点怕、欸，还是哦好，没关系，大不了只剩我活着。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我在哪里？哦，我在上面。哦，我在右下 ，OK。Okay, 在右上可以。我在台说谢谢可不可以？什么谢谢可不可以？艾琳达的、啊，他说谢谢，他帮我们改房间名字了。啊，天啊，都快给你了，加油！哦，原来是指这个，完了，完了！我看是大家钱都跑好了啦，可是。箭头不会动。对。哇！太好了，换人开。哇！我看到上面有一个红灯在。对。红灯在闪。要换人开。我在看兔子的照片啊。好啦，你快点啊，就直接退出了嘛，倒数三回啦。啊，无缺哦。哎，我哪知道？我一开始前四百五。因为那个、啊啊、天赋的啊，天赋加200啊，当时的平均。反正之前玩都是500块啊。我夜了，我直接跳了。皮尔是听啊。好了，走了。我开。来。哎、欸，可是也要刷到 Tina 在桌上，不是吗？是吗？还是你那只其实可以在后面一点点？嗯。尝试者。嗯，我是。哎、欸欸、啊，你过了你過你那个哦，没事，那是单人的徽章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我在。哎、欸，我在这 P4。在前面，哇、wow, 右下，
好了吗？哎、欸，给他干嘛？他不用那么多钱啊，事先给有那个吧。哎、欸，你还是先放那个出来好了。你先放你德鲁伊。哎、欸，是忍者先吗？不是德鲁伊先、啊。忍者先。好，那钱都给你。不是给大大。大大，你放忍者。你不是劈死哦？你是说放在下面那边吗？你看我截图的。好，我们照做。忍者放在那个位置。然后你等一下，先点第一个。就是点第一个跟最后一个。所以不是先跳钱哦？我是没在跳了。哦，好。我玩的时候是没在跳钱。好，那干嘛要班杰明？你们可以跳啊。所以先不用贡献钱了。一三哦，把这只忍者纪律最终手里剑。就是我在玩的时候是慢慢来的，嗯，对啊，玩星星啊，所以就没开放给跟你们玩啊，因为我还撑大腿。而且单人星星比较好过啊，还是我们先灌钱啊？刚刚谁先把班杰明叫出来？对啊，我刚刚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这里的话好像还要升，我不确定的、欸，因为钱的话我不确定刚会不会够用。前面的话靠这只应该可以，那就看先谁先放啊？哦。对啊，大大你先放。然后我钱先给。好哦。他钱会扣半吗？我不确定，应该会。我在思考班杰明是不是一只就够，因为我记得钱是平分的嘛。没有啊，赚到的钱是自己的，每回合跳都是算自己的。哦，如果是跳都听到你讲忍者猴失忆了。没有啊，忍者猴是后面的不是吗？因为单人的话，我是先放那一只忍者猴，然后再放那一只英雄。三人没有两千块开，没有两千，没有那个一千八千。哎，没有打得到。看到你生猴子。不能卖出。对，不能卖。我刚刚这也没有钱。我给你。我先给你钱好了。你说剩一跟三吗？对。我都跟声音接了。主要都点一啦。嗯，好，快可以出来了。哦，好了。开台哦！谁？解超。嗨。好。好，忍者猴还好险是反应的。给五圈嘛。
啊，无限你可以放。原来 Nice 歌有音乐哦。你看那放还有音乐。对啊。只是好像只有一瞬间。对。是我发现这只挺好用。蓝色是哪只？德鲁伊啊。哎、欸、，Tina， 你那个飞船是用什么打的？飞船靠这只法师。点第一个啊、哦。嗯。好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前面还会再摆一个链。这只是送的那个啊，德鲁伊。还是机制不太够。嗯，你那边钱够用吗？还是不太？麦昆哦 ，Kitten 哦，所以请问是够还是不够？他卡住。Hello， 我在思考哈。是在 Hello。Hello， 人还活着，还活着。可是我在思考，飞船应该打得掉啦。你决定了？是喽，钱够，我这边还有1000块。我还是我要先放村庄吗？村庄可以后面再翻。我先升双飞射击。可以。还是先给你钱。你先升。你小姐。来。老居安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不用按。那个少按。不好意思。好无缺哦。我还没按，我现在才要按。不，有音乐。你不要，不要乱按。露西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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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可以吗？不是说够吗？因为我为什么那时候是先放？再来一次，至少知道不够。再来。断开，我们断开了。断开了。啊，教主断开了。对，我是看教主断开。我也断开了。还是不要放那个啊。嗯，还是不要放半截，就是不要跳钱跟。就其实刚刚是盯得住的，只是我2000块没给出去而已。哎哎哎哎，这是有多少？看你刚刚接这能接关吗？刚刚有看到。不能。哇！哎，这。就是你，不是，因为想说你能过的时候，我在思考说我要清兵还是要拿来打大炮之类的，还是来做一个最后防线那边在后面放刺之类的，我还在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刚问他的人是你，断线人是你。哎、欸，我在下面。完了，没刺，不，没法师。如何？重来。嗯，我看看 ，Gina 在左下，乌雀在左上， yeah. 应该还，可不晓得那地上那只放不到，对啊，放不到那个角落哦。哪一只？你说英雄？那个英雄，对，那英雄放在。他可以放在那个不是吗？我可以放在下面一点。对啊。好，那应该是可以，那应该是可以跳。
不就是逗我做事？对啊。哎呀，其实你那边还是可以放得到那个位置啊。可以啊，会下面一点点。嗯，那我割完，我看一下。